常听说中国人家族企业规模做不大，可是胡雪岩集团开钱庄、设药厂、出口蚕丝、买卖军火、介入房地产，不但规模庞大、资金雄厚，而且富可敌国、所向无敌。常听说专业经理人学问大、功夫够，胡雪岩出身贫寒，家庭背景平平，也没有受过高深教育，却能够白手起家，直上青云，被清廷封赏黄马褂，赐一品红顶带，成为清末最神气也最有势力的中国经营之神。胡雪岩传奇是从事经营管理追求成功的各界人士值得探讨的最佳个案，欢迎各位先进朋友，我们一起来观赏，请大家多多指教。叶药师，来。什么事儿？过来。啊，董家。我跟你说啊，在那儿嘀咕什么呢？老爷。董家。店里头啊，急需虎骨追风膏，可是这味药的原料啊，实在是太难买了。阿大说呀，就用豹骨顶一阵子。你就把豹骨买来了？对。哦，准备用豹骨替虎骨啊？哎，你是负责采办的吧？是我。是你，老爷，他是阿大，我理应该听他的。孙永康，在。现在，你到账房去结账。你被辞退了。老爷，别这样啊！老爷，我求你了，老爷，老爷，我叶子庚啊。在，老爷，我这件事你清楚吗？不清楚。那上回那位老人家说咱们的药有异味的事，你知道吗？就是这味药。那你怎么能说是不清楚？东家，叫于阿大到更新草堂见我。凡办贸易，军中不得妻子，要义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弃，欲存心济世，是不以利品以取厚利。唯愿诸君心欲之性，采办勿真，修治勿轻，不知欺负，明明为诸君之善，特于谋也。可为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
东家，秀初已是糊涂，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后悔莫及。请东家允许我谢职还乡，无言再为药业。秀初啊，你知道什么是生命之源吗？它指的是我们衣食父母。我们能把假药次药用来欺骗我们的生身养命父母吗？请你留下，把这一殿规立起来，要让它代代传下去。确实啊，我们不能把救命的药铺开成当铺。在此，我拜托大家了。正是我们东家，杭州胡雪岩胡大官人。我早听说了，开州厂大舍药的一代豪商，我真不敢相信，竟有这样的买卖人。今天我见到了，见到了。让你跟着我在军营里受苦受累，你也是病成这个。这车上拉的都是胡雪岩的药，你为什么不吃呢？啊，大人，多少将士伏兵杀敌，你我连个沙包都爬不动了，该把药让给卖命的人吧。啊，须眉入霜，何让铁血男儿啊。大人，大人，咱们的连奏没有白费，给胡雪岩件黄马褂，值得。好。胡庆余堂，新帐松户，西征名药，一增千家。好，好啊！雪原为什么叫余阿大到更新草堂来见他？雪原对药厂他是费尽心思，一直想要把它办好，现在想不到发生用豹骨来取代虎骨的这种事情，使他非常的痛心，所以他当场就把阿二给辞退了。
雪原不是说不能够辞退人吗？怎么他自己也这么狠心，说翻脸就翻脸，就把阿二辞退了呢？我想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人一方面说如兄如弟，大家是一家人，一方面说要壮士断腕，要当机立决，可见这又是两把刷子。这个人可以收容的时候，你没有理由叫他走；这个人你如果不能够说挥刀把他砍断，后患无穷的话，那你就要当机立断叫他走路，因为这种事情是属于不可原谅的。所以雪原很狠，他说你是采购吗？是，走路。他没有第二句话，可是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是阿大做的决定，所以他说把阿大叫来，然后他叫他到更新草堂去。雪原自己写上两个字戒妻，这个戒妻这两个字一直流传到现在，就说不可以欺骗，你要从事药业你就要凭良心，你不可以欺骗顾客。然后他把戒妻的原因都写得清清楚楚，就要阿大来念。我想这也是雪原一个很高明的作风，因为由雪原来讲，你再怎么讲一百遍他都听不进去，他听的也是模模糊糊的，你叫他自己念吧。他念的人他自己会惭愧，他会永远有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于阿大他是总管，雪原一定要找他，找他不是给他难堪，不是骂他，不是处罚他，而是要他把这个规律念出来，念完以后你真能够做到，那你还是总管。雪原这个叫做机会教育。那为什么有的人要用机会教育，有的人要用杀一儆百呢？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一种不同的拿捏。如果每一个人都说好了好了我机会教育，那这样他的威力就没有了。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不行就辞退的话，那他这个药厂也办不下去了。所以他会两边兼顾。那这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没有理由欺骗他。只要能够把这个精神贯彻下去，这一次用抱骨来代替抚骨就是个最珍贵的经验。雪原为什么拿东西叫于阿大照着念，这样有什么作用？我们之所以会把这个论点又把它凸显出来，就是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大部分的老板都不会这样做，他们都会把于阿大叫来，然后好好的训斥他们一番，叫他们要反省，结果呢答复都是好好好没有问题，然后又忘得一干二净。可见那种方法叫做片面的沟通，片面的宣导，片面的指示，经常是没有效果的。雪原他比较懂得教育心理，他写完了以后叫阿大自己念。人对别人的交代只是应付应付，可是人对自己的承诺他会坚持到底。我想他就是利用这种心理来收到更高的效果。一句话，别人讲那是你的事，我听多少算多少，可是我讲呢，你看我会记得很清楚，因为这是我自己讲的嘛。所以当老板的人千万要记住，你讲一百遍步数都可能当耳边风，因为是你讲的，跟他没有关系，你让他讲，他讲出来的话他经常会算数的。我们一个人对自己讲出来的话我们都不敢掉以轻心，对别人的话都是
听了跟没有听一样。这一点呢，雪原是抓得很准，所以你看几次他都很少训话，很少自己讲一发番道理，他没有，他都是调当事人来，你来讲讲看，对方一开口他就知道你用心的程度，你到底是嘴巴念念念得好听的，还是发自内心的，他一看就很清楚。同时像于亚大这样的人，他是深深在那里忏悔，感觉到自己有这么好的机会，既然大意差一点丢掉自己的饭碗，所以他会非常谨慎，他会把它当作一回事。今天既然由我于阿大说出来的话，就代表是我的承诺，我一定全力以赴。那么只要做到这一点，将来这个胡庆余堂他的前途一定是非常光明的。于阿大为什么说烧了这些药大家才可以引以为戒？我想这种事情我们现在也常常在做，把仿冒的东西拿来压毁，拿来烧掉，把有毒的东西公开的把它毁掉，这样子可以使大家引以为戒，说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我们很奇怪，就是说在当时胡雪岩就能够想出这些非常现代化的点子，这才是我们钦佩他的地方。他认为我们要取信以公家，要使大家亲眼看到他才会相信。你今天说我已经改善了，大家还是存疑，你以前那批货你还不是要卖光为止，说不定还在卖存货，那我不是倒霉吗？大家一观望啊，那么对胡庆余堂就没有信心了。所以他下达命令，弄个炉子公开把这些不良品烧掉，大家看到你一烧啊，他就有信心了，而我们里面的人呢，才会把它当作一种警戒，你要乱做，你要不小心了，你要用次等货，你要用不好的材料，来吧，最后大家的损失，做了等于白做，还要当着大家面把它烧掉，这是一种教训。所以把不良品烧毁来取信于大众，这是用行动来宣示，而不是仅仅口头来说明。当然一个人口头怎么保证呢？人家不太会相信，因为话总是可以讲得很好听的。现在真的做了，真的烧了，大家都看到了，你还不相信，那相信什么呢？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眼光也可以看出来，他这种做法是非常有效，非常简单明了的。左宗棠为什么赞美刘典，又为什么颂扬胡庆余堂？一般人都有一种坚守自盗的毛病，我自己运送药品，我自己有病当然优先吃，就算我没有病，我会自己留一些送给亲戚朋友，或者留了以后万一自己要用的时候才有药吃啊。刘典刚好相反，他自己运送药品，可是他自己生病了他都舍不得吃。左宗棠喂他的药，说那满车都是药品，你为什么不会拿起来吃呢？他说我年纪这么大了，我吃药有什么用？那些小伙子才应该给他们吃药，他们才有更长的时间去报效国家。这种心态啊，是不是很令人感动？刘典他是累死的，刘典他自己有病舍不得吃药，并不是他不懂，而是他比较之下觉得这个药啊好不容易得到，我们要给他
让给最有用的人，这种精神呢，实在是令人钦佩。同样一个东西，要给最有用的人来用，我想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左宗棠听了刘典的话，当然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虽然你年纪很大，但是你绝对不输于年轻人。我想这两个人看法不同啊，都是很值得我们钦佩的。刘典他是很谦虚，虽然他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总认为年纪大了啦，不如年纪轻的人有用。可是左宗棠呢，他的看法不一样啊，他认为你贡献也不小啊，你干嘛讲这种客气话呢？这两个人都处理得很好。同时刘典又把上海的申报有关胡雪岩的报道带来给左宗棠看，因为他觉得是左宗棠推荐胡雪岩，让他有那么高的荣誉。现在胡雪岩被报纸登了他的善人上士，当然也应该让左大人来分享这种快乐。所以左大人看了以后，他感觉到很欣慰，自己所推荐的人总归是没有错的，应该给他有这样的一种荣耀，才叫做实至名归。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实至名归，一个人没有什么能力而有很大的虚名，这个到最后是一场泡影，跟泡沫一样很好看，但是很快就不见了。一个人有实力而没有得到那个名声，这个无所谓，因为终究有一天人家会了解，会认定。所以名跟实之间呢，实际上讲实比较重要。当然了，实至以后名归，顺理成章，那也是一件美事。你看看，我和徐大人都是商场上的头面人物，上百万两银子都从手里过过，怎么老是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呢？这真要是让人家知道了，太有失身份了。嗯，有道是牌桌上不分老少，挑衅者不分是非，你懂不懂？大人，我可提醒你，胡雪岩可是当朝一品呐，他身后有左宗棠和众多的朝臣。那李中堂也并非一般呐。是，他左宗棠虽是朝中老臣，可早晚有一天他的洋务上要败在李中堂的手下。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啊？是坏他的生意。上次那笔茶叶生意我们已经坏了胡雪岩一次，可又奈他其何呢？最后不还是把我和徐大人搭进去了吗？这次我是不干了，要干让他一个人干吧，我不想让后人再戳我的脊梁。告辞了。看我啊。在，大人。谢谢大人。那我就先告辞了。慢着。大
坐。徐润，徐大人，你做过医药方面的生意，亲自出面又太显眼。因此我想让你到杭州跑一趟，找找那里的朋友，也许能干点什么。所需银两嘛，你尽管到徐大人那里去拿。我大人，杭州我脸也一抹黑呀，再说那是阳城郡的辖地，整个浙江都是左宗棠的人嘛。不尽然。徐大人给你准备几封信，都是茶行、生丝、烟叶方面的生意，到那儿找找朋友，也许能帮你的忙。那这边我……他们会通过商船的外国朋友告诉我的。走吧。那我就告辞了，我走了。东家，这几个月的进项可不好啊。下半年7月至9月，平均流水4万银，10月12000银，这个月还不到8000银。为什么？东家，徐广和堂和叶仲德堂联合降价售药，使我们这儿的生意明显减淡，不少顾客被他们抢走了。哦，还有，叶老板曾经扬言，胡请余堂财大气粗，不怕降价，实在不行，再送3年吧。说真的，要说降价，咱还真不怕他们。杭州降价所亏，可由其他分号所得来弥补，看谁先垮台。真不二价。真不二价。你再反过来念念。价二。不真，对，比之压价只是权宜之计。你知道到后来就变成了什么了吗？比之降价的同时就是比之降治。我们是用药来治病，治病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是看药效如何。对，我们就是要告诉他们，真正的好药品真不二价，告诉顾客价二不真。这是我们做生意的金门之道，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啊，进来。药价的事儿还可以在几味药上，这几味在成本上做做文章。哦，如果唐天书为什么不答应丁日昌再坏胡雪岩的生意，丁日昌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地找雪岩的麻烦，我们都知道官有忠也有奸，商人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奸商。买办也是一样，当然那个时候买办很多很多是叫人非常痛恨的，但是像唐廷枢这样的人还算是相当有良心的。有时候他为了职务上的关系，他不得不做出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事后想想会觉得这种事情再做下去实在是没有意思，可见他
他还是个好人。唐廷枢他认为我在茶叶上已经坏过雪原一次生意了，雪原他还抵挡得住，他并没有垮掉，何况我自己也赔上一些了，你现在还要我来做，我不干了。一个人适可而止，这个人还是有气节的，如果一路下去的话，那就是什么，就是为五斗米折腰，完全没有人格。可是丁日昌不一样，因为丁日昌啊，他跟李鸿章是死党，只要李鸿章存在一天，他就完全要靠向李鸿章这边。李鸿章一个命令要让左宗棠难看，要让胡雪岩垮台，丁日昌就要一辈子去执行。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感觉到丁日昌啊，他也不是说天生的就是这么一个坏胚子，他也是摆脱不了派系的约束，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折不饶的，当然从不折不饶这个角度来看，他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做坏事做到不折不饶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像胡雪岩这样的人，你整他一次两次，你自然良心会发现说你整这种人干什么，可是丁日昌没有，他死咬到底，非把你咬垮不可。当然我们也谅解他，因为他受气太多，李鸿章几次摊在面前说雪岩怎么怎么好，当面给他难看，他这股恨啊恐怕是难消的。真不二价和价二不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雪原称它为做生意的金门之道？我们常常觉得中国字要直写是有它的道理，你看一直到现在只要是讲中国人道理啊，大家都比较喜欢它是直写，因为直写它有一个层次性在里面，比较容易了解。那么横写呢，用理工方面的东西啊，大家比较可以接受，因为理工反正是科学嘛，它没有什么层次性的。横写往往从左至右跟从右至左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你看它明明是讲本日大卖出，可是你反过来读就变成出卖大日本。所以日本人他也是懂得汉字的，他觉得我们开点玩笑嘛，你出卖大日本干嘛呢？而且还写的那么大字，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本日大卖出啊，为什么不可以？这种笑话是很多的。只不过雪原他听到说真不二价，他马上就想到价二不真，这个倒是他很独到的一个体会。你看余阿大都没有想到，是后来雪原叫他你倒过来读读看，你从这边读过来看看，他读了半天，哦，价二不真，凡是能够有不同的价格的那一定是偷工减料，不然他为什么要降价呢？所以雪原他用这个来反一种策略，反什么策略？就是反降价竞争的策略。所以这种叫做反降价策略，我们称它为经商的金门之道。你看两家公司，你降价我再降价，你降价我再降价，最后就是同归于尽。当然我们的策略可以说我在你卖的最多的地方我降价，你卖的最多的地方我降价，然后我在你卖少的地方我赚钱，最后你一定垮，这是一种策略行为。可是最后逼不得已的时候，它一定是降低品质的。你看降价的结果经常是连带的降低品质，所以雪原非常不赞成啊，他认为你可以降低成本，但是你不要降低价格，你用降低成本来降低价格这是可以的，你没有降低成本你就降低价格，最后你一定是降低品质，那个不是好事情。
所以雪岩把这个分得很清楚，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现在大家都在降低成本，可是千万不要在成本没有降下来之前，我们就采取一种价格竞争的策略，跟你拼了，因为拼到最后，经常都是同归于尽的。先生，您要买什么？我来看看不行啊？啊，好，您请看啊，累了那边有休息的地方，渴了您跟店里的堂工说一声，给您看茶。哎，您走好啊。徐润先生的意思是，这上没写清楚吗？写倒是写明白了，不过这事儿不好办呐。好办，好办，我找你干嘛？我不就都办了吗？不，看看这个，你不信，好好看看吧。都是私行和茶叶行的朋友，这些人我都认识。不过什么？实话对你说吧，胡雪岩做生意对我们浙江同行一向是义字当头的，别说我们这些人不忍心拆他的台，就是你有徐当买办这样的后台，我们也不敢同胡雪岩斗啊。哎，他怎么着？他有三头六臂啊？不，我们商界一向讲究和气生财，平白无辜干嘛无事找事呢？你们不想找事是吧？那我问你，你们还想不想进上海滩呢？想想。那不用李中堂发话了，只要我们丁大人给上海的道台捎个口信儿，那老板上海滩您就没得混了啊。这种利害关系我清楚，更何况如今的两江总督又是丁大人的前任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清楚就好，这事儿您办不了是吧？没关系，好，告辞了。告辞了。哎，请留步，请留步，请留步，我有办法。有办法？说来听。眼下胡庆余堂把杭州另外两家老药铺比得够呛，叶仲德堂的叶老板乃杭州武举出身，性子火爆，敢作敢为，我们可以去鼓动鼓动他。叶老板？哎，对，走看看去。走。我真想要他胡雪岩的好看，要不然他就不知道这药业里山高水浅。我看呐，算了吧，咱们的药价已经降下来了，不但没有把他比下来，反而呢他倒来了个真不二价，说咱们的货不真，咱们斗不过他。你们难道就不会说他们卖的也是假药？二位，只要你们能让胡雪岩名声扫地，所需银两我会向丁大人如实申报。嗯，好吧。您慢走。什么全鹿丸都是假的，鹿身上东西一点都没有。去，叫你们东家来说话。
东家不在啊。啊，你退下吧。啊，客官别生气，请你随我们到后方去观看一下制造此药的经过。我们是用上好的鹿参三宝炮制的。不去，我也不看，看不懂，我连虎骨和豹骨都分不清楚，我哪有时间去看那个去啊？虎骨追风膏之事全是我们过错，况本店大东家以此为训，有了这借妻之训和粉甲之炉啊，那关我个屁事啊！这是药店，不是铁匠铺，你就是摆上一万个炉子也挡不住这是假药。你们胡庆余堂就知道送一些平常的小药啊，可是在这贵重的药品上他们竟偷工减料，这叫什么借妻，丢人现眼去吧。你胡雪岩财大气粗，以势压人，还动不动就说什么真不二价，有本事让他出来，让他说说这个假药该定什么价啊。怎么，你要找我？我找这里的大东家，江南药王胡雪岩。我就是。哦，既然是胡大官人出面，有话自然好说了。刚才关于先生说的虎骨追风膏一事，我已经听到了。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我店既不会以虎冲豹，更不会指马为鹿。如果先生是捕风捉影的话，我劝先生还是大可不必。如果确有其事，我宁可推倒药锅，砸掉我的牌匾，辞退我的阿大。严重了，严重了，严重了。如果二者都不是，我劝你给你的主子开副拔豆霜，让他卸去非常人之污物，去掉非善辈之邪火。哎，我还有一事不解，既然胡庆余堂药真价实，何不用自家的药治自家的病呢？嗯，先生告辞了。阿大，在。从明天开始，发布告示，我要公开上路，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回东家，制药所用之路都是在关外寻买。非一日所能办到，那就在杭州办个炉厂，逢吉日照我的规矩去办。某老板为什么不敢同雪原斗，后来却又建议鼓励叶老板去斗雪原。我想如果按照中国人的观点来看，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发展是很正常的。当丁日昌的部下来到杭州，他首先去找某老板。某老板听说要斗雪岩啊，他根本就是一副拒绝的样子，因为他认为雪岩财大气粗，我凭什么跟他斗。可是中国人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我如果不跟他斗，我就得罪你，我两边总要得罪一边。我答应你去斗雪原，那我等于拿鸡蛋去碰石头，我干嘛自己找麻烦。可是我满口拒绝的呢，就得罪了你，你回去跟丁日昌一讲，丁日昌又七搞八搞，那最后我又倒霉了。所以他往往会走出第三条路来，说啊，我是斗不过他的，而且我们同行受他很多的照顾，我来斗他也不够意思。不过我告诉你，有个叶老板，他是武举出身，他谁都不怕，我们找他来斗，那么才斗得够胡雪岩。这样就是把两边都摆平了。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到底是谁上谁的当啊，实在很难讲。因为你逼人家的嘛，你凭什么去求某老板你要出面？你凭什么嘛？你既然要他出面，他跟你推给别人，
那要不要接受也是你自己要决定，这样来思考是比较正确的。因为某老板也看到多少人同学员斗，哪里有同行不斗的，只是你斗不过他嘛。而且他常常会照顾同行，让同行也可以生存，那这种人你还跟他斗什么？可是既然你出面了，我就给你一条路，至于走不走得通，那反正看着办嘛。所以叶老板他为什么会被人家当作目标，这也是叶老板自己要负责任的。为什么人家又斗水手就想到这个人呢？也是这个人自己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如果从这样不同的观点来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就会觉得他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一点没有唐突的所在。余修初为什么说不过顾客？顾客为什么一定要当面给雪原难堪？这个人是谁？他就是叶仲德堂派来的人，他是有使命要来闹这个局面，要来给胡雪岩难堪的，所以他才会采取这种态度。他恨不得所有的人都围过来看他演出这个闹局。所以尽管于阿大怎么跟他讲道理，他就是不听。你叫我看我不看，看也看不懂，我就认定你这根本就是违药，就是虐贫。他本来就是抱着要来吵闹的态度，当然是不讲理。幸好胡雪岩出来，一个人呢，老实讲他的架势跟他的声望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于阿大怎么讲都讲不过他。但是雪原一出来啊，那个伙计啊就有点胆怯，就说好了好了，既然你老板出面了，那我们就好说了。因此雪原才有办法说出他心中的意愿，就说我办不好的话我把它烧掉，再搞不好的话我把整个招牌砸掉，我都可以。这样也是宣示给所有在场的人听，也是给自己的员工加强他们的责任感，说我有这么决心，你们一定要跟我做到。同时也使得这个来吵闹的人能够知难而退。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来闹的人又想出一个点子，他就问他，你既然有这么大决心，你这么药堂办这么好，为什么你自家人的病治不好呢？这个是一针见血，深深的击中了雪原内心的痛处。可见一个人存心找茬的时候，他是有备而来的。一个人当你很有成就的时候，你要小心随时有人要来找茬。我想如果从两方面来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以后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没有人看你这样很顺利的有成就的，没有，总有人因为种种的关系要来找你的麻烦。你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防备，连这个都不能够因应的话，那苦恼是不断的。雪原为什么忽然想到杭州养鹿还要公开杀鹿这件事情，就是由叶仲德堂的伙计所引起的。因为他到胡静怡堂一下就是说，你们这是什么鹿丸啊，里面连鹿的一点东西都没有。那么雪原经过这么一个刺激，他就想到，那我公开在杭州杀鹿，我公开的说我这个鹿的材料就是要做鹿丸的，那你们就没话讲了吧。但是于阿大告诉他，这鹿一向都是养在关外，我们在关外买鹿的材料进来在这里制造药品的。雪原反应非常快啊，他说那我们就在这里养鹿好了嘛。所以从来没有人在杭州养鹿的，
雪原就开始在杭州，那么去买路，其实养过一阵子就可以了吗？那么公开的杀戮，大家看到以后，自然就传出去，就没有话讲了吗？所以我们常常觉得，顾客有什么怀疑，你用口头去解释，不如用行动来证明。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对人家讲的话多半都是将信将疑，啊，你怎么讲，我都是信跟不信都是参半的，我不会完全信，也不会完全不信，但是我亲眼看到了，我还不信，我一定信嘛。所以雪原他是很懂得中国人心理，你怀疑我没有老虎的东西，我就公开杀虎；你怀疑我这个是代替品，不是真的鹿，我就公开杀鹿。你想怎么话讲？那没有鹿，没有鹿自己养嘛。他不会因为任何困难就退却，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反正有什么困难，我们就解决；有什么困难，我们就排除。最后的目标是一定要达成的，这是雪原一贯的作风。他这也是一种广告。大家有没有发现，你花多少钱来做广告，倒不如用这种方式来证明，那种公信力更强。所以中国人为什么敲锣打鼓？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鼓的声音呢是最有吸引力的。你再远听到那个敲鼓的声音，你都会慢慢的接近，慢慢的想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情。可见中国人这个敲锣打鼓啊，它是有一种力量，把你从远处吸引来，把大家聚集起来，你这个广告力才会强啊。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讲的收视率要高啊，如果就几个人看到，那你没有什么收视率，那有什么广告呢？可见雪原当时的所作所为啊，我们都看他好像都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其实不是的，他都是根据需求来做实际的反应。这句话我们再说一遍，任何事情有需求，你就给他一种反应，这个才是叫做市场原理，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顾客怀疑什么我就证明什么，我的广告要做得很多人看，所以我会想办法把它公开化、大众化，同时呢，可以解除大家的怀疑，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